皇上，你看看你，夜半三更的跑哪儿去了？朕提醒你啊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宫女，也不是野大人，而是堂堂的宁妃了，你可要记得。 何人世间没有两全，并非天遂人愿。岁月的谋略，离间爱的人渐行渐远。爱已散不易解，感情多片面，百思不言，仅凭一点执念。 可以为你不顾风尘，为你奋不顾身，为你山水载一程。生死没能将我围困，说永远的我们怎么会拱手让人？可以为你孑然一身，做你背井陪衬，为你编一座孤城。只是留存那些体温和咫尺的缘分，如何余生与？ 行三跪九叩礼，跪，拜，拜，拜。中秋已过，这天儿还是这么热，不是好兆头呀。大礼已毕，所有人都退下吧。宁妃，你留下。 本宫想跟你闲话一二。是。皇后娘娘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恨有怨，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走到这一步，是不得已，但我。 永远记得娘娘你对我的恩情。你少在这儿假惺惺的。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本账，你心里觉得对别人有恩，可别人心里不这么想。宁妃，本宫很想知道，你心里的那笔账到底是什么样的？你跟本宫撒谎，本宫没有斩你。 你做事笨手笨脚，本宫也只是数落你几句。你斗胆顶撞本宫，本宫却让太后收留你，就是怕你被其他主子打死。可是呢，可结果呢？你却接近了皇上。叶凝芝，你真的是好算计啊！皇后娘娘，我绝对没有背叛你，有朝一日你一定会明白的。没有背叛吗？ 自打你穿上这身华服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背叛了。我只知道，我一心想着皇后娘娘。叶凝芝，你还要撒谎？只是本宫已经醒了，可魏广还没醒。他一个人远在边关浴血奋战，为的是什么？ 为的就是把你这个负心的女人娶回去，皇后娘娘，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吗？那我该怎么想你？你是什么人？
你真的了解你自己吗？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？你以为你喜欢魏光，你以为你对本宫忠心，其实你只是还没意识到内心的欲望罢了。从前的东贵妃也是这样，一开始姐妹相称，可后来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不惜背弃昔日情谊。叶凝芝，将来你也会这样。是，我就是这样。自我入宫以来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，但您是正室，而我只是个妾室。您戴牡丹，我只敢戴月季。您满意了吗，皇后娘娘？臣妾告退。一共是十两。哎，谢谢兄弟，多谢。来。兄台，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怪人，每年都来买这么多砖，每年都要盖新房子。哎，你真想知道，我每年呢都娶一房妾室。艳福真不浅呐。其他的晚点过来拿。好好好。慢走啊，兄台。Thank you.